沙子的话，就像冬天的雪一样，嗯，有点飘啊，嗯，哎呀，把这船用泡沫给弄起来，什么？有点软，泡沫，看那个船后边，嗯嗯，漂浮的，那是妈祖庙还是什么庙？渔民啊，都是迷信的，哎，这是望天收的，完。他这就是望天收，就像一种寄托呀。啊啊，对，嗯，不能失去信仰，那信仰他失去了，他心里没底啊，谁也不能做没底的事情。我估计你这个车也不在底下，不能停时间长。我看这个浪赶得很快的，我们几分钟就移了几个位置了，你看。实在不行涉水跑，涉潜水。那边不能开的，那何况那个车从这儿开上去，那人家的车牛逼，爬坡能力强，那个爬地能力强，太熟是吧？那谁呀？不能上去啊！不能再下去，行了，OK，就这儿就行了。硬，当水到这儿时候，马上得走。